乐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越，又拿到一个好电影。我真的，我喜欢看电影，从小看，以我这个80多岁的年龄啊，我从默片、黑白片看成了彩色有声的电影，一直到现在，跟我的老伴儿，哎，有一次我们俩一算，哟，这一个礼拜我们竟然看了5场电影，哈哈哈，真的太好了。但是我也知道，有的人不习惯。比如说，我把好电影介绍给他，哎，我什么什么电影好，他好啊，他说这一个人我怎么看呢？哎，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，我必须要向我的观众朋友、这些老朋友要讲一讲，有很多事情是一个人享受，两个人也可以共同享受，不一定非要结伴哦，说我们大家放假一块儿去看电影，这是一种团体的娱乐。进了电影院，还是各坐各的位置；进了电影院以后，还是个人跟那个剧情直接有影响。我因为看电影吸收了很多的知识，我因为看电影让我了解到人权的重要。我觉得有许多的事情，像家庭的温暖，那我们看到不温暖的家庭，那也是反教育，让我回过头来要在意我怎么样的使我的家庭因为有爱而能够温暖。所以朋友，打破一些观念，一个人也可以看电影，一个人也可以享受些事，只要事情是正常的。看电影为什么不能一个人呢？哎，你一个人坐在那里，因为电影是直接剧情跟你发生关系，所以你自己在吸收的时候，旁人跟你没有多大关系，这时候最直接的关系就是那个电影里的剧情，它会影响你。亲爱的朋友，记住了，当我们自己能够想办法一个人在享受一些好的东西时候，例如看书，例如看电影，都是可以一个人享受的，你觉得对吗？